高的歌姐姐们不行，有点驾驭不了了，嗓子好像是，反正今天就有点哑。完了呢，高音确实欠缺，半首也满足了。哎呀，说那话没能就是给大家带到那种真正的满分状态。这个状态跟这个声带好的那个直播吧，真的没有一个定向，就是说哎我明天可能会好的，不是的，我觉得明天会好，但是嗓子有可能是不好的。